咁咧，我就經過呢間三代祖傳嘅乾麵嘅啦，又有肉圓嘅啦。咁呢啲都係台灣好特色嘅嘢食嚟嘅，咁所以咧就入嚟試下啦。咁咧呢個佢墨魚嘴羹麵咧，其實我就未見過啦，咁所以咧就好奇點咗嚟試下啦。我咧都幾中意佢味，因為咧。好多蒜頭啊！上面擺咗，我自己好中意食蒜頭嘅，好香。咁咧，同埋頭先其實佢嗰啲墨魚嘴咧係已經剪碎咗，撈入個面度啦。佢煙煙韌韌，好似我覺得有少少似豬腳嘅皮咁樣咯。咁所以都幾好食嘅呢個。另外呢一個肉圓啦，咁其實咧肉圓咧我就食過好多次噶啦，喺台灣。咁但係呢個咧，佢個汁咧通常我食嗰啲咧就係、是。有少少橙色、橙紅色咁樣啦，咁呢個咧佢就咖啡色咁樣嘅個汁，同埋咧比較白啲嘅佢個芡汁，咁就試下先。呢個咧比我平時食嗰個咧係淡少少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同埋咧，我發現咧，就算呢個羹麵啦，同埋呢個肉圓咧，佢係偏甜啲嘅。咁係咪聽講話台灣咧越南部嘅地方咧，佢嘅口味係越偏甜？咁但係我喺北部食開嗰種味咧，係好多台灣人都話，其實越南部嘅嘢係最好食嘅。試埋呢個魷魚嘴羹啦。哦，原來佢個魷魚嘴咧～好似魚眼咁樣咯，一食落去咧，好勁魷魚味，好似咧食緊我哋平時去香港咧買嗰啲燒魷魚咁樣嘅味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唔腥臭嘅，好香，好似即係食緊燒魷魚咁樣嘅味。咁咧，我自己咧最中意咧都係呢一個羹麵，因為好香，蒜頭味夾埋成碗嘢係。好協調啊！成個味同埋成個配搭，好，我揀呢個今日我嘅推介啊！琴晚咧半夜三點開始咧，出面咧就落好大雨。本身諗住今朝咧出去帶大家行行，但係睇下落咁大雨啊！我計劃可能有變，刷牙洗個面再打算啦。早餐嚟咗啦！落雨天，但系见到而家呢个咁丰富嘅早餐，心情都靓翻啲。想扮亲近大自然海岸，去影张靓靓嘅网美打卡相。現在應該不行了，因為落完雨就算陣間不落雨，地下又濕啊，行到去都跣鬼死我。所以咧，睇嚟行程要有變，去邊好呢？金山，就去吃芋圓啦。我之前吃過咧，金山芋圓好好吃噶，我記得啦。佢啲芋圓好大粒，好大粒。落雨就室內運動，唔係室內活動，食咗一日啦。
在就是要等船长，如果 OK 的话，现在赶快出去。这个时间他因为天色刚暗下来，他刚好要出来觅食，肚子最饿。对哦。对，这个就是今天的饵料。啱啱咧，船长就开咗广播，我哋已经到咗钓鱼嘅呢一个点啦。咁呢度咧，水深咧就80米，咁我哋要钓嘅鱼嘅品种咧就喺50米至80米中间。因为我们的钓组有那个电动的哦，还有手动的哦。啊，因为你是初学者哈，我是建议用手动的。是哦，因为它的。比较那个比较单纯啊，比较不会那么复杂。嗯，我啱啱咧就已经放咗灯落去啦，咁就可以开始钓鱼啦。等一下这个要放的时候哈，这个往这边搬 ，OK， 往下搬，好，然后它会自己这个有重量，哦，它会自己就下去了 ，OK， 好。啊，然后这里有那个米数，你就把它看大概在50米到80米，你可以把它设定在70米，然后慢慢的找鱼上来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在钓的时候，你边钓，你有不懂的地方，你再问我，我再跟你讲。秋刀鱼本身它鱼上面有那个油脂，而且比较腥味比较重，我们加这个是手比较不会臭。好，咁我哋咧就会放一个，我哋用秋刀鱼嚟钓八大鱼啦。咁我哋先加呢个粉，咁呢个粉咧就有蒜味嘅，咁就系令到我哋拎嘅时候咧就冇咁腥。对，摸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油。OK， 同埋唔会咁滑啦，咁就容易啲攞上手。对。那这个一条就可以钓一条八大鱼。正常是这样。正常理想嚟讲咧，我哋用一条呢个秋刀鱼咧，就希望可以钓到一条八大鱼嘅。来。咁我手指功咧就要俾少少力啦，但系咧就又唔好放松晒，咁就要好顺咁样慢慢去到，先放到130先。你就凭你自己的手感感觉，刚刚好下去，好似按摩紧我嘅手指功咁样。怎样？哎，是不是有啦？有中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然后卷。这个。对对对。不要卷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这样吗？这个方向吗？有，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哎呦，再撞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哇，有没有？哇，应该有，哎，有没有？哇，好难嘞！你可以手握在这里，好像没有在动哎。好重哎！重是那个天涯那一颗在重。全全已经钓到啦！大的，大条噶，仲要哇！哇哇哇！银色的嘞！太晚收起来这一块，户外白带鱼。对。叮叮，第一条成功。条鱼咧就钓到第一条嘅八带鱼咯。好耶！我们的晚餐，我哋嘅晚餐有着落啦，第一条成功 ，yes。好。我们不要讲求太漂亮。好。OK， 这个是新手跟老手的差距。哎，增加。哎，煮好了。对啊。哇！未见过喎，呢个未食过喎，香港好似冇喎。出發去金山老街先，反正落雨就喺老街度行下，就算落大雨都唔驚啦，膽姐。金包里老街咪即係金山老街咯，好啦，揾下芋圓喺邊先，芋圓。
售賣機啊，睇下先啊。芋圓鮮草奶凍芋圓綠豆湯，好啦，就嚟個招牌嘅芋圓鮮草奶凍。買咗碗芋圓鮮草啊，真係好大粒喎！哦，好好，嚟，影相先，影相先。金山芋圓喎，即係特產，我唔放棄啦。嗯，吞曬先講嘢，太大粒啦。正常應該係咬一半嘅，係咪啊？應該冇乜人好似我咁成粒吞落去先講嘢。佢咧係真係好香芋頭味啦，跟住咬落去咧係煙煙韌韌嘅。嗰種煙煙韌韌咧唔係軟軟軟地嗰種煙煙韌韌咯。成件事係哇好幸福啊！試下咬一半先。其實咧我有情有獨鍾嘅，芋圓啦同埋地瓜圓啦，我係芋圓 for sure， 我係芋頭控。我知道正常吃咧應該是咬一啖仔咁樣，係啦，唔應該好似頭先咁成粒吞，因為實在太忍唔住啦，見到佢就好想食曬佢。唔好以為我食完碗芋圓就走啊，冇咁簡單。因為我上網做了功課，我發覺咧嚟到咧可以現場入去食完，仲可以親手整芋圓，所以我轉頭就入去又 DIY 啦。我準備好了，嚟料啦，嚟料啦！老闆你好，想問一下，可以叫我做芋圓嗎？當然沒問題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教你怎麼體驗一下做芋圓的辛苦。好，我第一次哦，第一次哦。Okay， 好，我們先把這一團切下來，好，然後我們要反覆的揉捏它。好。一個軟的差不多的時候呢，我們就可以慢慢把它搓成一個圓形。我們不要講求太漂亮。好。OK， 這就是新手跟老手的差距。專家，專家。好，來，我們下一步輕輕的前後推它。然后搓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轻轻的往前后前后搓。我们这样切完就可以直接煮食来吃。哦，那我们切完吃不完的，我们都可以冷冻起来，可以保存在冰箱里面。这样可以保存多久？大概在冰箱里？如果我们抽真空的话，可以保存在一年的时间。哇，对，原来可以这样冷冻可以保存一年哦。对，但是要把真空抽起来哦，如果没有抽，大概一个月它就会坏掉了。了解，估唔到呢个芋圆拎翻屋企咧，雪落雪霜度咧，抽真空可以保存一年。做呢個芋圓體驗咧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咧，老闆真係超勁。你睇下新手同老手嘅分別係差好遠，超快就喺度搓到，而我搓勁耐都未搓到。真係好欣賞老闆係因為自己中意食芋圓，所以將呢份愛擺落去食物度，先做得咁快咁迅速。所以我明點解佢啲芋圓咁好食啦，係啦，因為佢真係中意呢樣食物。好啦，謝謝老闆。先將個八大魚炸咗先啦，跟住再用煮好嘅湯底咁就煲佢，再加米粉，咁就係一個八大魚米粉就係我哋今晚嘅晚餐啦。湯底的話就是用大骨湯下去熬。大骨啊，我自己有用的那個蛋酥，你試看看。哇，好啊，咁我哋上岸食啦。大家睇到睇得出咧，係幾嫩嘅個魚肉。嗯 ，OK， 再試下食個米粉先。應該佢個米粉咧，應該係吸收曬個湯底嘅精華，應該好好食。嗯，
哇，佢個湯都好好飲喎。可唔可以俾大家睇下我今日嘅魚鍋？滿滿嘅魚鍋，俾大家睇下。其實我真係一啲都唔貪心啊！我釣咗兩條咧，就可以拎翻屋企啦。呢兩條，睇下睇下。叮！哎呀，哇，好滑啊！勁長呢條，可以拎翻屋企慢慢煮嚟食啦。哇！滿足嘅一日，好豐富嘅行程又係，可以食飽飽再瞓覺啦。好啦，食飽啦，食飽我梗係行下啦，睇下附近有咩買先。啊，聽日咧要買早餐喎，咁不如買麵包啦，麵包啱曬啦。未見過喎，呢個未食過喎，香港好似冇喎。呢個又好似幾吸引喎，起酥奶酥。咦，呢個好似咧喺台灣咧有間連鎖店好出名嘅。咁通常咧呢啲 copy 嘅嘢咧，都係會我會有對比較之下咧，就比如咧，我都想試呢個啊，炸蛋啊叫。老闆，我想要這個。这个是什么？高丽菜饼。高丽菜饼。那我要原味一个。高丽菜饼啊，我是第一次见啊。咁高丽菜其实我就通常是睇韩国咧，即系泡菜咁解嘛。咁但系台湾究竟是点样嘅咧？同埋呢个煎饼。如果咧頭先咧冇食飯咧唔太肚餓咧，其實呢一個咧係可以當食咗飯嘅啦，對我嚟講。好，繼續行。啱啱食完芋圓，而家就嚟買餸，因為咧陣間咧就要去新竹露營。咁而家咧就要買餸煮今晚餐晚餐，同埋聽朝餐早餐。我喺金山老街呢度都有菜賣。點解咁得意嘅呢間？好傳統喎，回憶兒時古早味。就買呢盒，就買呢盒。明明我係嚟買菜啊嘛。謝謝謝謝，一個窿唔使三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見到目標出現啦，要米筍好啦，苦瓜唔係咁想食，呢個啦呢個啦，死啦呢個係咩菜啊？請問一下，這個是什麼菜啊？高層塔。高層哦，是香料的那一種哦，高層塔。了解了解，你可以炒蛋吼。好啊。好啊，就这两个好了。谢谢，祝你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听讲咧，嚟到金山咧，呢度系超出名嘅，卖鸭肉啊，食鸭肉好好食嘅呢间。啱啱问咗下老细，佢话咧开咗60几年，所以咧就算我今晚要自己煮都好，我都忍唔住加餸加餸，斩料加餸。今晚第一晚的露营地方啊，先介绍下我预备了啲咩啦。一块好靓嘅布啦，当然睡袋啦，同埋呢个铺床嘅一个床褥啦。因为其实咧呢个床咧系啱啱好咧可以铺两个嘅个 size 系 fit 嘅，咁就可以好舒服咁喺车入边瞓觉啦。好，咁落得水。咁梗係要沖身神器，呢個又係超方便，就咁樣咧打壓啦，跟住佢就可以有個花灑咧。好，咁我就開始去整我嘅今晚嘅瞓覺嘅睡房啦。咁
點解我會揀呢架車呢？因為呢架車咧就超方便嘅，你睇下咁樣擦一擦就可以移出勁大嘅空間啦。咁就咁樣，睇下係咪好方便呢？好，跟住張牀咧，同埋咧，其實呢架車雖然望落好細，但我170cm 高啊。咁樣其實唔使半個鐘咧就搭完我呢一個嘅帳篷啦。咁臨瞓之前咧都沖一杯熱朱古力先，咁就更加好瞓。好，舒服，準備瞓覺啦。新竹第一站就嚟咗合興車站，發覺咧呢度有好多愛情故事啦，成個車站都好浪漫。好啦，趁而家有個空檔咧，等我畫個畫先。咁其實呢幾日都住喺架露營車度啦，咁所以都想將佢畫低啊。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